现在对国民党印象不太好啊，但是跟我什么关系？我也离开国民党30年了，我比你们还早对国民党不满。就是我不等于国民党，国民党也不等于我啊。侯友宜也是一样嘛，侯友宜像是你看陈水扁之后还要侯友宜去选嘉义县长、台中市长。哦，赖清德还是侯友宜好棒好棒，操守也好，各方面都好。